来吧，让我们归向耶和华。虽然他撕裂我们，他也必医治；纵使他打伤我们，他也必缠裹。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让我们竭力地追求认识耶和华，他是生命的主，我们天父，每一天都有恩典成就，不再拖延，春雨带来了滋润与祝福。让我们竭力地追求认识耶和华，他是生命的主，我们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他的出现确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，就像甘雨，就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让我们竭力地追求认识耶和华，他是生命的主。上帝，恳求你将渴慕的心放在我们里头，好叫我们能竭力地追求认识你。